大家好，我是果金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个打21天的 BOSS 啊，然后目前是第11天。好，我们进入 BS 模式来看一下这个今天要打的 BOSS 是哪一只啊？今天要打的 BOSS 是这一只木乃伊。那木乃伊的掉落物比较特别啊，让大家有两个紫色的装备，一个是木乃伊的头盔哦，那另外一个是紫罗兰火炮哦，这是相守的一个紫武哦，然后大家也会喷王多技能箱跟英雄技能箱啊，还有红武红坊也会喷哦。好，我们先买一下门票，门票买好了，我们就继续打，先碰一下，换一下状态。好，直接进去了。够、哦，打木乃伊的，这是奥塔六楼的 BOSS 啊，然后基本上他会抓人，他的小怪是这个将军，先把这个将军给处理掉。那目前的技能好像跟六楼那一只一样，啊、这是什么东西？还有一刀技能的，不知道叫什么。跑一下，看会不会比时慢三秒。走路比较慢的，这是不是那个 A 腰的板板啊？不可是他移动速度吗？还是攻速？不知道怎么，没关系，应该是降攻速的啦，或者是降移动速度，应该是降移动速度啊，50%欸，超多的。第二次召怪啊，这只打得比较久，不过应该也差不多了。啊，死了死了死了！盲卷一张，护卷一张，留一张护卷。三个龙珠。好，那也是一样啊，有一个任务啊。猪不满。小猪哥是开这些补给品，还有几率开到一些，这岛好像不知道怎么箱子。好，那么第11天就是打木乃伊啊。好，介绍就到这边啊，但没有喷这个火炮，有点可惜。好，介绍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